早安，早安，我们县民大道朋友早安。萧美琴本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。在板桥县民大道，也是多年前小英第一次参选新北市长，她的竞选总部的外面，在这里跟所有的板桥市民朋友在打招呼。我们今天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，但我们台湾同时也在一个十字路口上，我们都要一起选对的人。那这一条路呢，也是我们小英总统过去多年来用稳健不照进的态度，带着台湾稳健向前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今天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，我们要持续的往前走，我们要带着台湾的信心，带着台湾面对世界的勇气，带着我们的创新跟繁荣，带着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坚持，一起走这条对的路。当然在对的路上，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障碍，像我们今天罗志政委员、张宏禄委员也遭受到对手的抹黑，甚至是制造假的影片。那我们大家要谴责抹黑，谴责造谣，我们要用爱的力量让台湾可以往前走。我们也相信真理永远会胜过造谣，爱的力量也会胜过仇恨的力量。